大家好，我是徐鹤，目前任教于武汉音乐学院。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，琵琶艺术是其中极具民族色彩的符号，充满了历史之美、人文之美，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人们对美的追寻。2023年，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即将举办世界琵琶大赛，愿此次搭建的平台能够将海内外的琵琶好手们齐聚于此，期待大家的精彩演绎。